游戏规则为：通过猜拳 ，TFBOYS 三人依次选配料，三人的面食配料都只能在自己选的材料里边做搭配。完成后，再由练习生来评判三人的面食究竟哪一份最好吃。叔叔们为什么会来帮我们完成任务呢？那我们来帮你完成任务，有没有什么你懂的？懂的，就是给你一个吻。那我们现在就废话少说，开始比赛。首先猜拳，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你们这么想让我赢啊？石头剪刀布，那我就先选啊。嗯，你选吧。我首选绝对是榴莲。你真棒，我肯定选赢啊。经过猜拳 ，TFBOYS 三人也完成了配料选择顺位，分别是千玺第一，王源第二，王俊凯第三，而最终三人选择的配料分别是现在我们的师兄呢已经把我们的食材全部给选完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千玺师兄，你为什么我的面不要放榴莲呢？榴莲是最后点缀的，你懂吗？就像喝橙汁外面加一个柠檬一样。你问他榴莲为什么不问他西瓜呢？对，西瓜是干嘛？我要说，你说他是西瓜。因为西瓜它比较重，它比较大，你知道吗？嗯，那么现在开始里面。你们觉得这个锅太是一锅水？节目组什么意思？那就把是把这个砸了，那全放进去面。来吧，你先来吧，一起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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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煮？面一起煮，面一起煮。哦，OK。